婆啊，你确定要买那么多吗？啊？嗯，哪会多？这些呢都是必需品。我们孩子还有8个月才出世呢，那么急干嘛？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现在难得可以怀上孩子，我一定要给他最好的。哎，医生不是交代了吗？叫你不要那么操劳。你可是高龄产妇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看，这个好像很营养哎，啊，不错啊。哎，这个也不错哎，黄色这个啊。这个。对啊。哦，也对哦，买就对了啦。我要给孩子最好的。那我薪水不够给啊。没关系，来付钱，付钱。谢谢。这次报告显示，你的糖尿指数上升得很高，会影响孩子吗？根据你的胎水化验报告显示，孩子可能有先天性的问题，再加上你是高龄产妇，生产前一定有很大的风险。我还是建议你们考虑清楚是否要继续。不想你冒这个风险，不如我们放弃吧。不，我不会放弃这孩子，绝对不会。可是，我想替你生个小孩。我知道，错过这一次，以后不会再有机会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家要有小孩才算是完整的家。可是你这样子会有生命危险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再说你还跟医生说你要自然生产。为了你，为了孩子，我会没事的，相信我。就算真的出事了，答应我小孩，他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哎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袁婷。希望我们有一个快乐、圆满的家庭。你说好不好？
婴儿拿出，麻烦你先出去。我老婆结婚了，老婆，我老婆结婚了，老婆。先生，这是监护人授权。万一生产途中发生什么事，需要先保大人还是小孩？医生，我老婆和孩子他们怎么样了？恭喜你，孩子平安。至于你太太，很抱歉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真的出事了，答应我，好好保护小孩，他是老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就算累了，就算再苦熬过去，怎么能够轻易的就放弃？我会守着珍贵的回忆，我会努力让孩子过着幸福的日子，余生只要为你，我愿意。
静静，我们其实都做错了，来，看破坏了，坐坐，香香了。妈妈，爸爸。如果你真的会叫爸爸，我这辈子开心死了。到了，你动作快一点，要不然我们迟到会被老板骂的。老板，老板，请问你这里有空房要出租是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不过我现在时间有点赶，不方便让你进去看了。没关系啦，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找了很久。那我要租的话，什么时候可以搬进来呢？可以呀、啊，你要搬进来的前一个星期通知我就可以了。我再跟你联系。好。啊、嗯。他是我孩子，他有先天性智障问题，你不介意吧？不会介意啦，其实我是一名社工。哦，真的啊、哦？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，有什么问题你再跟我联系啊。好，我们再联系，再见。来，走走，来，快快快，你迟到了。报告显示，你的孩子有先天性认知障碍，情况轻微的话，以后他自我打理能力不是问题。不过智商会停留在小时候，只怕他情况严重的话，以后言语沟通上都会是问题。不过别担心，他还小，可能有转机。我希望你明白我们公司的立场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必须带着我孩子上班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们是一家赚钱的公司，不是慈善机构。假如你带孩子来工作，那你还能专心工作吗？虽然你在这行的经验真的很丰富，但是我们的公司是不允许带小孩来上班的，真的非常抱歉。快点，爸爸迟到了，快！老板，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一点点。一点点啊！里面的咖啡粉已经完了，还不快去添上啊！我马上就过去。婷婷啊，你乖乖坐在这边，别到处乱跑啊！爸爸去吧。你知道，刚刚他就坐在这边的、啊。你又要帮你顾孩子啊？喂喂，你去哪里？袁婷，
袁婷，袁婷，袁婷，跑去哪里啊？袁婷，袁婷。相不相信一棍打下去它会直接变好啊？我不相信，你打开。我这样啊啊，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你自己来给我打的啊。走了走了，不要让大爷的血买过了。回电走。不要再到处乱跑，爸爸要工作了，知道吗？坐下来，坐下来。你跑去哪里了？在这忙碌的时间里，你竟然不在店里，你又不用来了。老爸，我刚刚去找我儿子，你是知道的。给我一次机会。给你机会？来，来，来，对面很多机会啊。滚滚滚滚滚滚滚再玩了好不好？你为什么那么不听话？我叫你乖乖坐那边，你就是不听话。因为你委屈去工作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没有了很多份工作了。那天我们要吃什么？你说，爸爸钱没有了。你哭什么？我讲什么你听得懂吗？什么你也听不懂啊？我讲什么你也听不明白。我带你去把龙天吃走，走，没事。外兄，来，请进，您到了。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对了，这里就是你房间。好的。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他叫袁婷，他还不大会说话。哎，那个，你有想过送这孩子去特殊学院学习吗？我老婆生前呢，叫我好好保护他，所以我不放心让他离开我身边。再说，我刚刚失业不久，也没这个能力送他上学。没关系啦，我不嫌弃，我帮你介绍工作。真的？谢谢你啊。啊，谢谢。袁婷。老板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阿万的朋友，他说你这边要请人是吗？对呀，阿万也跟我讲过。哦，他是我儿子，因为他没人照顾，所以我必须带着他一起上班，你不介意吗？他很乖的。爸爸，爸爸，我要吃东西。可以，阿爸带他拿东西吃一下。那你几时可以上班？明天就可以了。好的，谢谢你啊，老板。
谢谢啊。好，来，我走。老板，你的面来了，慢点。好，欢迎光临，几位，来这边请，来，这边啊，喝点什么？咖啡呗。咖啡啊，好，等一下啊。停啊！不要在店里面乱跑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又闯祸了。算了啦，小聂，小孩嘛。老板，袁婷都被你宠坏了，那长得牛高马大哪还是小孩？我抱，不要怕。也奇怪啊。听进步啊。袁婷啊，你再这样子扔这把枪，是他给你扔坏。坐下，来。医生，我情况如何？那根据你的报告显示，你现在有淤血在脑部里压着你的神经线，这个很有可能是你之前有没有跌倒，或者有一些物品啊。很重量的击到你的头，这个啊，我记得多年前的时候，我曾经被一些小混混打过头一次了。不要玩，乖啊！对不起啊。那现在你的脑部处于一个极度退化的状态。那以你的年龄来说，我们。不建议要做任何东西啊，我们只靠用药物来治疗。哦，像我的眼睛能不能够好起来啊？这个很难说，我们必须要再继续观察。那我是想呼吁你啊，趁早先接受这个问题。谢谢。
云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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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云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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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那么远了，吃一碗面，爸爸就带你去见妈妈。
吃碗面，爸爸就带你去见妈妈。妈妈见到你会很开心，她一定会很开心。来，快，吃，听话。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现在难得可以怀上孩子，我一定要给他最好的名字。我都想好了，叫袁婷。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快乐又圆满的家。妈妈不会放弃，答应我，好好保护小孩。如果你真的会叫爸爸，我这辈子开心死了。怎么能够轻易的就放弃？我会守着你珍贵的回忆，我会努力让孩子过着幸福的日子，余生只要为你，我愿意。怎么了？燕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如果当初我狠下心拒绝我老婆的要求，就不会有今天。说不定我们还可以很幸福。现在有心无力，我眼睛就快瞎了。你在笑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医生说我眼睛就快瞎了，如果我瞎了，就没人照顾我那可怜的袁婷。所以我才想说，一起带他去见他妈妈。我知道我这样子说很自私，很不负责任，可是我真的尽力了。
想到，他竟然在这个时候救我爸妈。这我等了好久好久，真的好久。不可以将所有的那个凡是没有如果，你看你不是也等到你就会救你爸爸了吗？既然帮助你做好了自己，不要回头看，往前看吧。你听，也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。你说如果真的你们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会不帮你们吗？家却可能失去你，没有那么如意，因为孩子而离去，心在哭泣，泪融化自己，多想还能再陪伴你，承诺过你一句，为孩子不离不弃，就算累了就算再苦熬过去，怎么能够轻易的就放弃？我会守着你珍贵的回忆，我会努力让孩子过着幸福的日子，余生只要为你。